边移动，我是要靠那推动力才能完成出脚的，这个脚并不是主动去出的啊，不要自己出脚，没有用。而且两个腿它是没有联系的，两个腿有联系，一边推一边出，一边的出，所有的主力包括我们三把重量都是放在自己的主力腿上，主力腿是要完成去推动的状态再次完成推的啊。到这儿我的左腿都还在完成持续去推的效果，尤其是在屈腕的这一拍，重心是在中间偏阻力腿的，但是它会这个样子左右会去移动，你们双脚站在地上左右移动的时候，你看你们的屁股会偏左腿偏右腿，这个重心是没有完全在这一瞬间完全到达一个脚上去偏的，所以这里也没有完全的这个位置去缝脚背，重心是在中肘的位置偏阻力腿，我这个时候右边是阻力腿就偏右边一点，左边是阻力腿就偏左边一点，它会这个样子左右会去移动，你们双脚站在地上左右移动的时候，你看你们的屁股会偏左腿偏右腿，这个重心是没有完全在这一瞬间完全到达一个脚上去偏的，所以这里也没有完全的这个位置去缝脚背，重心是在中肘的位置偏阻力腿，我这个时候右边是阻力腿就偏右边一点，左边是阻力腿就偏左边一点。